我选椰汁，椰汁呢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汁是非常甜的。对对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轻轻的尝一口，好像不太大。这个就是我喝到它的感觉呢，就其实就是跟你们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甜，然后你们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甜美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嘛，然后就是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你们那是最甜美的，像椰汁一样。嗯。